Hello， 我是芊芊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玩厕所塔防。各位观众，厕所塔防在今天的凌晨12点，它又更新了。没错，这是全新的活动来的。你们看到这部影片已经是礼拜六了，这个更新是在礼拜五的凌晨12点更新的。那么这次厕所塔防到底更新了什么活动呢？这个活动就是 Roblox Classic Event， 中文翻译是 Roblox 经典活动。没错，这个活动是跟 Roblox 联动的，是厕所塔防跟 Roblox 联动更新出来的一个活动来的。没错，那么究竟这个活动到底有什么呢？首先呢，就是这个传送门啦。没错，在时钟活动更新的时候呢，我就怀疑了，一直疑惑这个传送门到底是什么，原来是为了这个更新啊，这个经典活动更新出来的。这个传送门呢，会传送到去那个 Roblox Treasures， 就是那个 Roblox 经典那个大厅那边了啊。我这里就不传送过去了，因为超级麻烦的，我切到去那个游戏的话呢，我要重新回来这个厕所塔防。那么第二个更新就是全新的地图啦，这个应该是限时地图来的。没错，这个是那个经典活动的限时地图，而这个地图的名字叫做十字路口。没错，等一下呢，我们进去看看到底它长什么样的。接下来的更新呢，就是呢这个活动的任务啦。没错，你可以走进去呢，就可以看到一些任务啦。没错，或是呢点击右边这个蓝色的按钮，也可以看到这里的活动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在这个什么，这个地图，对，这个十字路口这个地图呢，做一些任务，它指定的任务，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获得那个经典活动的徽章啦。没错，然后呢我们好像呢只要完成了4个任务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获得这个单位了。没错，这个好像是叫经典摄影师嘞，不知道是不是啦，是不是单位来的，我们可以获得。最后一个更新呢，就是收集那个什么那个门票。没错，在这个大厅里面找到那10张门票，这样呢我们也可以获得一个徽章。这些徽章应该可以在那个经典大厅那边获得一些奖励了。没错，我们要收集10个。那么我们来找找看那些徽章在哪里吧。 OK， 其实不用找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作者已经偷偷的告诉我那些徽章在哪里了。没错，我们就直接来看那些徽章在哪里吧。首先第一个徽章呢，就是在这个大时钟这里。没错，直走直走，来到这里的话呢，我们不要按传送，我们往上看，看到吗？就在这里，我们点击它就可以获得这个徽章，不是徽章，是那个门票了。那第二个门票呢，就在这个大时钟的左边这里。没错，看到吗？哇，藏到有够深的，如果你不注意的话呢，你基本上找不到。那第三个徽章呢，就在这个 VIP 活动这里，对， VIP 列表这个地方这个区域，看到吗？哇，超不明显的嘞，就在这里。那第四个门票在哪里呢？就在这个地图，对，就在这个地图的后面，我们跳上去。没错啊，我要跳上去这个建筑物上面。好，看到吗？看到吗？就在这里。哇，藏到有够深的。那接下来第五张门票呢，我们就来到这个邮局这里，然后呢找到这个箱子。没错，这个箱子它的旁边，看到吗？就在这里。然后第六个呢，第六个门票的话超级明显的，就在这里了，看到吗？明显到不得了。 OK， 就是在这里了。第七个那个门票的话呢，我们就走上来这个无尽模式这个楼梯，然后你就看到楼梯旁边有一个了。没错，哈哈，哇，第八个的话也是在无尽模式这个大厅这里。没错，走上去看到这个小船吗？它上面，没错，就有一张了，这里就有一张门票。诶，怎么点不到啊？啊，怪怪的，点，好，拿到了。那么最后第二张门票在哪里呢？首先呢，我们就来到这个 AFK 农场这里，然后呢转到去对面，然后来到这个街灯这里，看到吗？就在这里。哇哇，如果不注意看的话，你一定会略过它。那么最后一张门票在哪里呢？就在这个地图，没错，就在这个厕所实验这里啦。好明显，没错，收集完了，对，我已经收集完10张门票了。
对，已经显示在这里了。好的，我应该是获得了一个徽章了的了。不过这个徽章要怎么看到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应该要去这个地方吧，这个经典大厅这里。好的，接下来呢，我要把这五个任务给做了。没错，首先呢，第一个任务呢就是击败简单模式。你瞧不起谁呀、啊？那么呢，第二个任务就是赚取200金币。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击败打败1000个马桶人，没错。然后呢，第四个呢就是击败那个中等模式。最后一个任务呢，就是我们要用那个经典摄影师来击败打败1000个马桶人，没错，也就是用这个了，这个单位来打败1000个马桶人。我觉得非常的简单，所以我今天一次过把这五个任务做到完。好的吧，要做这种任务的话呢，一个绿雷射一个全塔就够了，没错，呵呵，打简单模式罢了。我觉得啦，这个任务和这个任务我可以一起做到完，没错。不过呢，在做之前呢，我先刻一瓶那个什么，刻一瓶那个金币加持药水，对，我要刻这个，因为这样的话呢会比较快。那么呢，我们就过去这个地图，没错，过来这个地图了，我们就来开始做这些任务吧。好的，我进来这个地图了，没错，然后我选简单模式， OK， 感觉挺不错的，做得很漂亮耶这个地图。好，一开始的话呢，直接把绿雷射给放出来在这里，没错，然后按自动跳过。我就不信了，这样都打不赢，100%是打得赢的，这么简单，简单模式简直就是小孩子玩的。然后我先来参观参观这个地图找怎样的啊，好像不错了。诶，这是什么？我也可以拿来什么成就？不是，它只是装饰品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弹跳床哦，诶，我可以跳上去。哇，这弹跳床我可以跳上去，可以哦。啊，放一个前塔出来，然后升级它啊，不够全，不够全。然后绿雷射也不够全升级。好的吧，我觉得没什么好拍的，我们就直接的跳过吧。等一下做完任务过后呢，我再拍给各位观众们看吧。诶，等一下，诶怎么会有一个新的怪物啊？诶你是谁？诶，怎么这么像作者啊这个模型。诶，他又给我一个门票。诶两个全新的 boss， 这是特定的 boss 来的啊。绿雷射能搞得定吗？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，因为它是简单模式。 OK 好哦，它有两个全新的 boss 在这个活动模式里面。好，我们再来看多一次，我要看看它到底是怎样的，它长这样的。然后是啊，我还把声音给打开了，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。没有嘞，他是不是作者啊？他讲的很像作者嘞，那个 skin。 然后呢，他会给我一个这个，给我这个门票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 boss 又出来了，对，应该是同一个人来的，这两个 boss 只是呢他们有两种形态罢了。对，我觉得是这样啦。好，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音效， OK，不过挺不错的。好的，我已经完成了两个任务了。诶，这是什么啊？点击它看，成功领取哦，领取那个徽章。 OK 懂了懂了懂了。好，现在只剩这三个任务罢了，这个击败1000个这个马桶人，还有这个挑战中等模式，我一起做掉它吧，没错。那么呢，现在呢，我要再添加三个单位。好，这三个单位呢分别是迷音无人机还有这个有毒啦，没错。那么呢，我们就继续来玩这个地图吧，没错。这一次呢，我们要来挑战那个中等模式。好，进来了，这一次呢我们就选这个中等模式，然后呢全程跳过，没错，我直接点全程跳过，因为毕竟超级简单的，没错，它超级简单的，所以呢我根本就不需要啊，不点这个自动跳过。好吧，也是一样吧，我就等一下再拍给各位看了，因为这里没什么好拍的，没错。那么我们等一下见。好，这个特别的 boss 又出来了，然后他血只是高了一点点罢了，比那个简单模式，对。然后底下又给我那个门票是吗？对，他又给我这个然后这个也是，其实他们的血也不是厚到哪里去，在这个中等模式。
对 ，OK， 已经挑战成功了这个中等模式。好的，这个第三个、第四个任务我也做完了，然后我应该可以拿到这个经典摄影师了吧？应该是啦，对，可以拿了，来，把它给收下。OK， 好的，是不是在我背包啊？他是什么单位呀、啊？哦，他是传奇单位。好的，这个经典摄影师呢，他的 DBS 一开始有2500嘞，然后后期的话呢有30000，他是爆炸性的，他是发射炸弹的吧？应该是。然后他的爆炸范围呢一开始是零，然后呢后期呢是15，就试试看吧。召唤他的话要600块，没错，因为呢底下呢最后一个任务呢就是要用他来击杀1000个马桶人啊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挑战到的啦。好的吧，我就把那个有毒的人给拿掉，然后呢把迷音放在后面，然后呢就把这个经典摄影师放在这里啦。那么呢我们就挑战看看困难模式，没错，我就玩这个地图的困难模式，希望呢是可以打得过的啦。那么我们就开始吧。好，我就挑战困难模式，前期呢一样是放那个绿雷射还有那个前塔啦，然后存够钱的话呢我们就放这个经典摄影师。那么呢等一下呢我就不点这个自动跳过线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呢我要测试这个经典摄影师厉不厉害，所以呢我就打算先不要点这个自动跳过。好，我有600块了，来放下去看看看它是长什么样的。哦，它是长这样子的， OK， 我放反了，没事没事，也可以。那么我看它攻击方式是怎样的，来，等一下，我放太什么了，我放太后面了，这样子 OK， 它是拿这一把刀叫做灰的，它应该有很多技能吧，对，应该它有很多技能，有可能第二等的话有不同的技能。那么如果我要升级它去到第二等的话呢要1600块，所以现在我要存钱。有了，够钱了，然后我升级第二等，它是拿弹弓，它第二等是拿弹弓来攻击这些马桶人的，哇，好笑哦，他每一个等级都是拿不同的武器来攻击这些马桶人的。好的，这个经典摄影师呢是不适合守前期的，他适合中期，没错。然后呢如果我要再把它升级到去第三等的话呢，我要花4800块，有点贵了啊，先存点钱。好，4800块了，来再升级。自爆部队把它给晕了，放下来，无人机放下来。好，然后升级，怎么不够钱了？哦，对，我买了无人机，现在又不够钱了，还差200块，来升级。OK， 有了。然后他第三等是丢球，他的攻击方式是丢球，什么来的啦？好可爱哦！对，他好可爱哦！他第三等是丢球，那么第四等的话呢？不知道嘞，他下一个等级的话要12400块钱嘞，好贵哦。好，我已经有钱了，没错，那么呢我就升级到第四等吧。 OK， 第四等是最满等的，然后他武器变成一个火箭筒，对， RPG， 哇靠，哇，这个好厉害哦，我觉得可以按自动跳过了，哇，他变好厉害了，这个第四等过后他用 RPG 来炸这些马桶人，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单位，这个经典马桶人，不是经典马桶人，经典摄影师，他的伤害够可以的，在后期他适合拿来打后期，没错，我感觉可以把这个迷音卖掉，然后再放多一个这个嘞，对，我觉得可以再放多一个这个，来把他的等级升满。OK， 2个，哈哈，哇，可以，再放多一个，好，3个，这个哪只 RPG 的经典摄影师，哈哈，哇，可以，超级爽的，看起来，好，我把绿雷射给卖掉了，然后我放4个，对，我只放4个这个经典摄影师。我看这样子能不能挑战那个这个困难模式，应该是可以的，那个伤害真的是高到离谱啦。好， boss 出来了，没错，能打得死吗？应该可以吧，可以，打得死。 OK， 结束了，还有特别的 boss， 没错，来了，这个60多万的血
更加容易打，没错，对，更加容易打。哈，又来一些想攻击我，然后呢，就给我一个门票，没错。然后怎样 ？OK， 出来了，出来了吗？哦，出来了 ，OK。可以吧？这个100多万罢了，他血可以可以打得过打得过。好，结束，没错，只是传奇单位罢了。对，他只是传奇单位罢了，伤害就这么高了。现在的传奇都这么厉害了吗？先有迷因，后有他，后有这个经典，哈哈，可以哦。好的，应该所有的任务都做完了吧？我看一下啊。对，做完了。我把这个经典活动的任务全都做完了。那好的，我已经把这个经典活动的任务全部都做完了。对，还是一次过做完的这些任务，没错啦。那么呢，这一次的更新呢，它更新了两个 boss 啦，特别的活动的 boss， 还有一个特别单位，没错。那么呢，这个活动只有几天罢了，对，它只有几天罢了，所以你们要赶紧哦。这个活动截止日期呢是5月29号的凌晨3点，所以如果你还没去玩这个任务的话，你还没去玩这个活动的话，尽快去玩咯。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在下面点下一个喜欢咯，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么我们就下集再见咯。See you next video. Bye bye.